怕的就是刚刚的歌啊。对，那个结尾那个最害怕的，哎，写到自己弹不出来，总算过了。好啦，真的我们就太紧张了，对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这样，就笑也没关系啊，其实就拍手就可以，你可以拍手一直笑这样，哎，臭笑的。对，我们还是很开心，对，看到你们笑，我们就开心，起码是有一个，哎，台下不知道在笑什么，可是我们就是还是很开心的。嘿，好，刚刚来的朋友，我们叫 Speedway， 对，希望在脸书按个赞哦。现在科技很发达哈，现在就可以搜寻了，赶快。好，大家要再加油一下哦，我们才第一团而已。那我们希望就是今天可以在三线啊，开心的度过了这个礼拜六。对，也可以说开心的度过2013呐，因为已经然后没有音乐季了嘛，对不对？欸，是吧？没有 feedback。正如有没有话想要讲？那个，他麦克风都架起来了，你让他讲。正如趁现在，趁现在干嘛？趁现在告白，都已经告白过了，告白大概有点失败。告白再一次，无效的，无效的告白，无效的告白，翻成台语叫做不好诶，告白，好像不是很好笑，反正我给你了。反正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，哥就是一个无效的人，好冷哦！看，好啦，今天这么开心，然后很开心可以看到那个，这个是算是一个民办的这个音乐季，可以弄到这种规模了，对，所以那个政府应该好好想一想，干在冲他笑，对，民办的嘞，民办的这种规格，差中摇滚。我很受伤，好了，反正没有，就是说希望有更多这种音乐剧可以唱。大家明明这个一活动就是 peace and love， 你那边很有攻击性。没啦没啦，我只用山中摇滚那些，我在山中办摇滚，啊，烂死了。今天的活动很酷哦，其实你仔细看的话，其实除了这里以外，算了，我讲一个很难笑的梗，我觉得后来还是不要讲了。反正就是后面那边有个什么创意市集，然后又有弹簧床，弹簧床刚刚我们有试着去后空翻的，后空翻没错，对，很好玩。但是老了啦，其实也不要。然后还有一些餐车，然后希望反正大家 enjoy 这个周末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把你今天的时间就是给三线，然后你就是开心，就想办法开心。如果你不开心，就想办法跳起来，就是开心最重要。真的真的，今天你要干什么都可以，就是要开心，没错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大假日了，而且要礼拜六的，对，我们真的不奢望你们听我们的歌跳起来，但是从第二团开始好不好？认真的三线来，没错，真的，他们赞，要听，麻烦你们了。好，十点哦，十点还是要跟阿卢来盖印章哦。啊，他们啊，对不起，你们不懂盖印章的。哎，你也不懂。好，下一首歌叫做那个，哦，好，私奔到月球，哎，是啊，我们剩两首咯，忍耐一下，拜托，忍耐什么啊，麻烦你们了，有点热，我这里好热哦，我好烫啊。